第一步准备两个扳手，你不要啊，可以。然后机器这里，说吧。先松这里，稍微松一下，稍微松一下。嗯。这里也是松一下，松一下。这里也是松一下。好。松完之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松一下。嗯。然后还有下面这里。下面这里。松一下，松一下，然后就松一下 就可以，然后就可以开机让它升降一下，看看行不行。如果开机升降还是不行的，再松这边，这里，这里一个，这边吧，这里，这里一个，嗯，这里一个，嗯，然后这里松完之后再松这里，这里一个。然后还有这里一个，嗯，然后松了之后，你再整体让它升降看一下，升降看一下，嗯，没有，嗯，没有了，嗯。